在这个最好的时代，整个国家高速发展，站在历史的新起点，我们这些做服装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事实。临海市工商联为我们临海市的服装企业争取来的一代人的跃升项目。从今天起，艾达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宝贝。我要的枪械，是要保护那些拿命去保护别人的。 其实没有什么岁月暗好，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我们这次可以采用拼贴面料的设计思路，在关键部位，我们采用高性能的防水透气的面料。这已经打破了抢险服的防水时间的世界纪录。这款面料的指数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了。你确定这是中国制造的吗？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真正好的东西，是能够感染的。 做好看的衣服，但好看，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让每天穿这身衣服的人舒适、没有顾虑。可是我不认为你有这个能力。仅仅是以欧美的设计风格做参照标准的话，您当然会觉得我们国内的设计很不成熟。但其实就是文化不同，我们只是在走着属于我们自己的路。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已经在科技的核心上下足了功夫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中国之。